的掌声，欢迎爱群志工进场。颁发爱心志工感谢状及高雄市导护志工感谢状，请团长陈秀丽女士上台授奖。卫福部111年度志工服务金质奖，本校获奖志工黄阿兰女士，志工服务达8000多小时，请黄阿兰女士上台授奖。111年度高雄市志愿服务童子奖，本校获奖志工为苏美珍女士、高美文女士，志工服务均达500小时以上，请苏美珍女士、高美文女士上台授奖。以上志工在爱群奉献多年，热心协助学校各项活动，服务奉献的精神堪为爱群师生表率。让我们以在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你们对爱群的无私奉献，爱群的好孩子好幸福。现奖爱群志工成长班赠家长会长感恩礼，爱群志工成长班赠送钟会长圣诞雪球作为纪念，预祝事事顺利，圆圆满满。举旗，宣誓代表6年2班运动员宣誓，宣誓代表6年2班吴佩蓉同学出列。